看是80后经验更加老道，还是90后的体能更加充沛？一点80，逃离之间。没错，那其实哦，高草上头非常漂亮。刚刚这边孙鸿飞两记高草，这个给对方的这个实施打击之后，你看他还一副这个挥然不动，马上就还两记重拳。没错，看出来确实经验非常丰富。 这位选手是因为非常擅长拳法的选手，对，而腿法几乎没有出啊。没错，但是呢，郭梦飞也说了，赛前专门针对这个反架的对手有过针对性的训练。对，可惜这个正反架呀，这个如果跟不知道，简单的跟您说两句，就所谓这个正反架，就一般情况下我们习惯用右手的，就重拳，重拳手在后面，反架就是反过来。对，反架就是左手是重拳手，对，执行自己赛前的这个战术呀。 要更多的和对方拉开距离，让对方不能用拳够到自己。没错，漂亮，漂亮，前脚的高扫直接终结了对手。哦，这个太漂亮了。我们正说着没有贯彻，但是一记冷箭直接终结对手。就是现在用实力证明可以不用贯彻，没错，不用执行战术依然能够这个击败对手，这是怎样恐怖的一种实力。 其实我们看反复再看一看这记高扫，我相信我们网友的这些质疑啊，就可以被打破了。比赛结果，红方胜。